来店里的话，就可以选择说，哎，我要大理石的，还是说我要换个大大理石的，就是只售不卖。然后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店里的口味这样子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有几种口味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吃这个舒芙蕾的话，来到阳光皇后店是吃得到的。对，是吃的。只不过大理石口味是限定寿星，对，寿星才吃得到。